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是黑鱼。今天咱们录个日常视频，好长时间都没有录过这种日常视频了啊。今天把蜈蚣的拿回来一部分啊，然后可以录个日常了。好了，咱们就从手机开始吧。我这手机好像只螨虫是吧？来，把螨虫给它整出去。OK， 这是一只黄脚的烧鸡，可以看出来啊，好像方格好像喂的不是很勤，咱们来喂一下吧。然后今天我观察杜比亚，你看我这几个杜比亚已经都是濒死了，已经是都是应该是年龄大了吧？那都是成体了，两个成体公，两个成体母，这几个都有点生气，就把它们都喂了吧，鞠躬尽瘁了一辈子，把你们画死了。好，咱们先挑一个，都瘦成这样了，也没什么可吃的了。说实话，算了，找个空子剪开，一人喂一半吧。到年根了，没吃的了。只能委屈一下，给你吃个老蟑螂了。老蟑螂，真老了！我靠，它瘦成这样了，你看，已经非常非常扁了。给，看它还吃不吃啊？这个，哎呦，我操，哎呦，还是挺猛啊！这个烧鸡还是挺猛，哎，状态没有什么问题。可惜啊，只能给你吃这种垃圾东西了。等天一暖和，立马就给你买新的啊。OK， 那让它慢慢吃吧。这只黄脚的很漂亮啊！操，你怎么不吃了？算了，不削它了，慢慢吃。OK， 咱们看看，哎，这只是那只红脚的，这是那只腿特别红的那个。现在开着这个灯，可能看的不是很，看的这个颜色应该不是很鲜艳的吧？灯关了之后，好吧，当我没说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方格那儿，它那个。拍出来就是挺红的那个腿，包括我现在在这看的话，这个腿也是挺红的。我好像扼杀了几个小生命。你看，我靠！算了，已经这样了，就喂吧。那这是每个母的它都是这样吗？这两个母的它都是这样的吗？我操！哇，你看这是个卵夹，给，我靠，那状态倒是不错啊，给它就吃了，有点可惜了，好吧，下一个，好了，这是那个海南金鸟的苗子吧？看它在哪儿呢？小苗子好像，好像。没怎么长，哎，这儿呢，这儿，看见了，在这里。看你这么小，不仅吃也不多，算了，那就把这个公的杜比亚给你吧，放进去不用管它了，我换直接换下一个。这个烧鸡恢复的状态还挺快，我们看看这个，这是那只青化的烧鸡。青蛙，我操！你不要出来啊！你不要出来！青蛙2.0，就不能安安心心配合我拍个视频吗？我就觉得这家伙可能会。越狱出来啊！越我靠！我这也没有长镊子了，只能这样了，有点惊悚啊。我操！你到底他还是吃东西啊，还是开食啊？还可以啊，都瘦成这样了，他肯定很饿了啊，好好吃吧，那就。
哎呀，那奇怪了，怎么我肚皮就剩那么几个了呀？我记得我拿过去的时候有很多呀，为什么就剩那么几个了？哎，这是这个是蓝环，蓝环还是挺胖的，看，这应该是，我感觉应该是，方哥养的最好的一条了，还是挺胖的。不过它这个螨虫还是有，它是还是有很多螨虫，就很蛋疼了。你动一下，哇，哦，倒是身材倒是不错那我就不喂它了啊，不喂它了，是节约下粮食吧，现在粮食也不多了，没有办法啊，穷到这种地步了。来，海蒂，海蒂瘦成这样了都，我感觉方哥就没喂它啊，你看它瘦成这副模样了，怎么办呢？给它找个什么吃呢？给它剪一个公的肚皮啊吧，整体都不一样，剪个肚子，我也不知道它吃不吃，它应该还吃吧？我靠，这么猛！哇，方哥真是把状态都饿出来了啊！这是饿成这样了都！我靠，可以可以啊，这状态我之前都养不出来这状态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好吃吧，让它。我突然决定再给蓝环喂一点啊，就把这半圈母的喂给它吧。我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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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状态，我这个状态太状态了，这个状态太状态了。好好好，太好了。你慢用吧，你慢用吧。可惜啊，大过年的只能拿这些招待你们了啊。这个咱家现在也穷成这逼样了，没有办法。咱们接着看看这个赤蜈蚣啊，也是饿成这样了都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吃什么呢？这样吧，剩的这半个肚皮啊，这个公的这个肚皮啊，我翅膀给你剪了，你吃吧。没办法了，我只能给你吃这种垃圾食物了。多亏了他们几个肚皮还活着呢，这倒是，不然真的是一点吃的也没了。多亏他们几个，这家伙半死不活的这几个，他们还活着，有口生气啊。好吧，看来这个赤蜈蚣这东西，不管你怎么饿它，把它饿得快死了，它也不会捕食的，就怂成这个逼样了。这看来这条赤蜈蚣，我从小带大的这一条。哇，还是很胖的这一条，哇，这条状态没有，这条状态还有身材都没有什么问题啊，还是很胖的。我靠，那这个就不喂你了啊，我看你也挺胖的，油水很足嘛。那你就在这好好休息吧。好了，咱们来看看鎏金据说是蜕了次皮啊。哇，越长越，我靠，我靠，哎呀！挺猛，倒是真的啊，状态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我感觉你越长越丑了。你怎么跑这儿来啊？给你拍视频，你跑这儿来啊？哎，乾坤大挪移，给你转过来。给他个小肚皮下吧，看他还吃不吃啊？他应该还吃。这个笨蛋。这个鎏金还是挺胖的，哎呀，你不吃啊？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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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吃了。我操！太神奇了，他居然拒食了。哦，这是你蜕的皮，你居然没有吃掉它。我靠！发什么神经呢？跳舞呢？
那这个杜比亚怎么办呢？减开位吧，减开位的话，还可以给那个赤武功喂一下啊。减开你们一人一半。1万！我靠！来来来，不要这么暴躁啊！哎，这就对了吗？哎，这就对了，你看他果然还是吃的。哎，来吧来吧，哎，正好那一半可以给赤武功喂一下。我靠，这么怂啊！你都这么大了，还这么怂啊？他小时候就这么怂，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他小时候的视频啊？那会儿就特别怂，现在还这么怂。来吃，不吃给你放一边算了，滚了。来，接下来是你的。这个越剧也瘦了，哎，来吧，剩下最后这个杜比亚给他喂了。我靠，这从来不让我失望的状态，没有任何问题啊。怎么感觉他瘦了呀？好像就是瘦了，没有办法，不是自己养的，肯定，哎，肯定不如自己养的。哇，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个状态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靠！好吧，本期的日常视频呢就录到这儿了。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啊，别忘了来个三连，点关注，点个推荐啊！祝各位新年快乐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